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攻击者。一起来听。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人，他们看上去很友善，很好相处，但却常常让你感觉被忽视，被否定。每当你觉得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又会反思，他人那么好，是不是自己太敏感，想多了？关系中有很多攻击的形式，有的干脆直接，有的曲折婉转。有一种攻击最不容易分辨，叫隐形攻击。中国有句话叫粘人出豹子，那些看似没有伤害力的人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攻击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和好人、老实人相处的时候，尽管他们做事非常完美，却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。这可能是你已经在被隐形攻击了。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，隐形攻击会让对方有一种钝刀子割肉的折磨感。关系心理学家胡慎之在《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攻击者》的序言中谈到，和隐形攻击者相处，就像把自己放在了情绪跷跷板上，时而充满希望，时而怒气冲冲，怀疑自己。二战时期，军队有着严格的规定，军人们需要严格服从。而精神医师威廉·门林格发现，很多军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消极抵抗行为，有的人会没来由的情绪崩溃，有的人会莫名染上怪病，有的人甚至会选择自杀。他们用消极的、恶劣的、隐蔽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以此来攻击令他不满意的人和事。他们不会直接表达不满与愤怒，而是采取隐秘的行为，比如冷战、敷衍、不作为、不合作、不负责等等。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攻击者的作者斯科特·维茨勒曾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温迪。温迪的男友维克是一位离了婚的股票经纪人，而他苦恼的则是维克会忽略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，对他缺少关爱。比如他会忘记约会的时间，但是会在没有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忽然上门，让他猝不及防。他会在自己迟到之后甜言蜜语一番，如果温迪还是很生气，他就会说，你真的很容易受伤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让温迪最恼火的是，维克带着天真无辜的面具，逃避责任的同时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已经尽力了。他曲解了温迪对他的合理抱怨，反倒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一方。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和维克一样，他们的攻击不表现为公开的冲突，而是间接的敌对情绪。就像《无问西东》中的典型案例，徐老师为了报恩和兑现承诺，被迫和刘淑芬结了婚。他对所有人都和善客气，满面春风，唯独对自己的妻子视而不见，冷若冰霜，内心十分排斥与妻子亲近。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可怕的冷暴力，于是吵闹，像泼妇一样满院子追打他。而徐老师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一副受气包的样子。表面看来，妻子是攻击者，她脾气差，大吵大闹，事实上她承受着丈夫的隐形攻击。这种攻击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远超出大吵一架。一般来说，使用隐形攻击的人最喜欢用拖延的方式来表达不满。胡慎之接待过一位来访者，特温迪有类似的苦恼，丈夫对她特别好，每当她要丈夫送自己去哪里或者接自己下班时，她都会非常愉快地答应。然而她次次都会莫名其妙地迟到，而且迟到的理由大都让她没办法生气，比如公司突然有急事，路上堵车等等。每次看到丈夫特别真诚地跟自己道歉，即使她很生气也不好意思去责怪他。表面看来，妻子是有主导权的一方，
丈夫在尽力满足她的要求。实际上，在丈夫迟到以后，事态就丈夫来掌控了。等她的时候，即使内心愤怒，也只能压在心里。见面之后抱怨几句，又会被对方的真诚道歉弄得自己很内疚。很明显，丈夫不愿意承受拒绝妻子要求的后果，于是表面愉快地答应对方，然后以迟到这种隐形攻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为什么不能直接拒绝呢？斯科特·维茨勒认为，隐形攻击者有一个共性，就是缺乏自尊。他们不是暴徒、家里或工作单位的暴君，只是内心忍受着捉摸不定的巨大恐惧，害怕陷入争吵，不敢和对方冲突。他们对自己的愤怒非常恐惧，却只能隐藏在亲和的面具之下。老好人是一种伪装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，避免让自己陷入紧张的气氛当中。这一刻你还对他信心满满，下一秒他就会高度克制，表现得冷漠无情。虽然你会积极热情地维护你们的关系，但到头来关系还是难免陷入僵局。隐形攻击存在于一切关系当中。书中讲到一对姐弟，姐姐罗达聪明能干，有自己的工作，弟弟查理则有一种自毁的倾向。查理在大学毕业前两个月从法学院辍学了，他觉得自己很讨厌法律，但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没有工作，只能和姐姐借钱。对于姐姐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弟弟也总有一堆理由。姐姐抱怨的同时，又觉得弟弟需要自己，如果连自己都不帮他的话，就更没有人能帮他走出低谷了。在这段关系中，弟弟成了外表可怜的隐形攻击者。面对来自弟弟的予取予求，设置底线是姐姐唯一能保护自己的事。其他关系也是如此。首先，你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对方和你在一起时，你想让他遵守哪些规则？接下来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设下的底线。设限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他，而是向他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：我的底线是应该得到尊重的。很快，隐形攻击者就会明白你不是好骗的，他不能总是敷衍你。虽然他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满足你的要求，然后很快回到原来的老样子，但是要想改变，就必须彻底执行你设置的底线。或许有一天你会意识到，你们的关系实在难以维持下去，你的唯一选择就是结束关系。有句话说，一个人要有分寸地爱别人，更要无条件地爱自己。所谓分寸，就是关系中的底线。你在关系中得到的感觉是快乐和放松，而不是焦虑不安。你的个人价值不会淹没在关系中，而是依然能发挥所长。你的价值观不会因为关系而扭曲，而是能坚持自己。唯有如此，你收获的才是健康有意义的关系。好了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。人生路长，只有身体无恙，才能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。最后，祝大家晚安，好梦。